我想念着你的气息，想念你说的我爱你，就是这样一次次无法忘记。你是我稀缺的氧气，没你再无能呼吸，这是我最害怕的距离。想夜都闭不上眼，翻来覆去好几遍，不小心碰翻了温热天都要回答粉丝奇奇怪怪的问题。你这个头发高的，我相机框都照不下。坐不直了，这头。啊，辛苦了。要录小片的话，得垫头吗？头发被撞到了。什么脑回路？